唐唐月尊，你为何不躲？原本就是我对不起他，挨一掌算什么？只要能让他复活，舍了我这条命又如何？未来变幻无穷，绝处仍有一线生机。你能有这番觉悟，小兰花便还有复生的机缘。请星君明示。 这份机缘，早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便已种下。当初在昊天塔。是他用他的神女之力融合了你的元神。原来从第一次见面他便一直在救我，而我却在一直伤害他。哼，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？所幸小兰花上有一缕元神融在你元神之中，想要将他复活，需要将他的缕元神剥离开，放在西兰圣境里面安养，以待化形。好了，去吧。还有一事，请司命星君解惑。你说。东方青苍和丹音仙子都曾在天机镜中。看到我和小兰花在忘川边大婚的影像，可我去了那么多次却从未看到过。天机镜中什么都没有。镜中所示皆为预言，能够看见这预言的定是可以促成这段姻缘的应许之人。那天机镜中的未来真的无法改变吗？是无法更改。